欢迎欢迎我们一直陪伴着他们长大，他们也陪伴着我们成长的 TFBOYS。 是的，三位的帅气合体，让我们今晚首届 TMEA 更加的星光灿烂。欢迎王俊凯，欢迎王源，欢迎易烊千玺，欢迎三位。请三位帅气的亮相，给媒体老师纪念一下今晚属于首届 TMEA 的 TFBOYS 同框画面。好，欢迎三位。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跟我们现场的粉丝一模一样，我也好想大声的尖叫一下 TFBOYS， 欢迎欢迎你们。来，我们请三位拿上我们的能量球，来到我们的红毯中间，到这边。Hello. 欢迎，直接走到我们的中间来就可以了。哇哦，欢迎。来，三位在我们的能量球上签名。好，我们给媒体一个拍照的时间，把球的签名对向大家。三位的能量球，小凯能量太强大了哈，是的，球爆灯了已经，千玺也爆灯了啊，又亮了啊，特别好。来，三位看向前方。OK， 好， okay. 请三位把能量球注入到我们的装置里。好，再请三位回来。好，我们辛苦李怡小姐帮我们收一下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请 TFBOYS 跟大家问好。来，辛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我是王俊凯，我是王源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欢迎三位。哎呀，这个等这个时刻等了很久了。今年是我们首届的 TMEA， 也是我们华语乐坛的一个音乐盛会，那 TFBOYS 必须要为了我们的现场来加持注入你们的能量。三位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的？小凯先分享一下。对，因为是首次来到 TMEA 的盛典嘛，所以说也是非常激动非常开心。那希望今晚呢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一个开心的夜晚。小袁。对，也是一样，就是希望能够之后会带来更多好的音乐，希望大家享受今天晚上这个美妙的夜晚。谢谢千玺。第一次来，然后也第一次来澳门，然后反正都挺开心的，都是第一次，但是我们一定会留下好的回忆哈。三位真的，我们相识是在红毯上，然后一转眼5年的时间我们又在红毯上见面，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晚上三位应该会带来很棒的舞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简单的透露一下今晚的表演内容是？今晚的表演内容就是两首歌曲，是我们组合已经发了的《第一次告白》，还有《朋友》这两首歌曲。是。那亮点就是，我们三个就是再一次一起去演绎这两首歌曲嘛，因为这是继6周年演唱会之后的再一次合体嘛，所以说也是非常期待跟大家见面这样子。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哈。来，小袁分享一下。对，其实俊凯说到最大的亮点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三个最近都在各自忙各自的事情，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，这样一个非常棒的音乐盛典，把我们能够在百忙之中聚到一起来表演，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难得的聚会哈。来，千玺。对，我们三个合体就其实算很大的一个亮点了，因为大家都在有各自的工作在忙。对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 TFBOYS。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，我们请三位休息一下，谢谢，一会儿舞台见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晚上的表现。好。